城大獸醫學士課程獲兩間獸醫監管機構認證，畢業生將可以在香港註冊成獸醫。城大2017年開始開辦獸醫學士課程，第一屆11個學生今年畢業。課程最近獲英國、澳洲和新西蘭兩間獸醫監管機構認證，符合香港獸醫管理局認可註冊資格。呢一批畢業生可以在香港註冊成為獸醫。城大話課程是亞洲區內唯一同時獲得兩間獸醫教育監管機構認證的課程。獲得雙重國際認證咧，係證明咗城大嘅獸醫課程嘅質素係高嘅，亦都咧係為亞洲地區嘅獸醫教育樹立一個新嘅標準，並將城大同埋香港定位為獸醫學嘅卓越中心。香港同其他地區將從中係受益匪淺。我哋嘅獸醫畢業生喺提供頂級嘅獸醫醫療護理同埋促進動物健康福利方面，均具備所需知識同埋技能嘅。本地培養嘅獸醫將進香港嘅動物醫療服務，同埋係去滿足香港以及亞洲區對獸醫護理日益增長嘅需求。